我都洗两个小时了，还没洗完。那怎么了？两个小时怎么了？我还能在里面洗一天呢。 哎，你反应这么大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啊？哎，不是，他可能快洗完了吧？我不信，你让开！你干什么？你个臭流氓，你是不是想进去偷看他洗澡啊？你给我起开！哎，你个臭流氓，你不能进去啊！你不许，你干什么？你个臭流氓，你不许进去啊！你是不是想偷看他洗澡？你不能进去啊！你给我起开！你个臭流氓，你给我放开！啊，放我下来！起开！你臭流氓，你妈妈，曼宁。 妈妈，你身上怎么都湿透了？你见到他了吗？跟他说话了吗？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呀！妈妈，妈妈，曼宁，妈妈，曼宁，医生，医生，医生，妈妈。 我好像做了一个很长、很久、很慌乱的梦，在那里，我经历了另一个人完全不一样的人生。现在梦醒了，我又回到了我的世界。别动！哎呦，你放心。虽然好像一切都不真实，这孩子真是……但是，这才是我应该过的生活。 你个小馋猫，你去去去去去！哎，这孩子真是……爸，吃饭吧。你快给我啊！你。 咱们一家人啊，好久没有一起团团圆圆的吃个饭了。嗯，来，哦，来来来，喝一个，来，慢慢。曼宁，跟你慧心阿姨还有美娜道个歉。老沈，曼宁，我知道你做的那些事一定有你的原因和苦衷，你长大了，爸爸现在也不想过多的追问和指责你了。现在既然你回到这个家。 就要为你做的事说的话，跟大家道歉。慧心阿姨，娜娜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我之前做的事情伤害了你们，不管是什么原因，都是我错了。 我要跟你们认真的道歉，对不起，孩子。
你一个人待在别人的家里，一定也吃了不少苦。老沈，你这是何必呢？妈妈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原谅你了。曼宁，有你这态度，这件事在咱家就算翻篇了。嗯，来，一起啊，一起啊，来，奶奶，妈妈，妈，叔叔，我敬您，干杯！来来来，来，嗯，刚这个我是在了，开动开动。嗯，现在你站在这里啊，我都感觉跟做梦一样。你这次不会突然间再走了吧？不会突然间有一天跟我说我根本不认识你。 哎，不说不说，我不说了还不行吗？其实你这次应该受了很多苦吧。自从你从医大突然间消失之后，我就知道。我现在想起来，你那天问我双生花一旦相遇会怎么样，我都忍不住心惊肉跳的。楠楠，对不起啊。我们闺蜜二十年，你用得着总跟我说对不起吗？但是曼曼，你那段人生过得到底怎么样？你是真的经历那些死亡的预兆，还是历经了命运的高潮啊？那你和那个男人呢？那个严新成，庄家发布这么重大的变更通报，总是要跟我们股东会议通报一声吧？啊，上午股价一路下跌，再这么腰斩下去，我们全部身家都要被败光了。庄家人再怎么折腾，我们也不关心，但总要对得起我们扔进去的投资吧？要是新来的这位再坐不稳，不如我们就集体。刚刚谁有意见？再说一遍。我知道大家心里在想什么，关于庄家的事情不必跟大家过多解释，只要蓝海一星一天还在庄家手中，你们就不用担心自己手中的股权，我会以我及庄家的所有担保，你们应得的只会多不会少。总裁，您说的容易，但公司高层意外变更，股价一路狂跌，不知道公司还有什么办法挽救，还有什么办法挽回股民的信心呢？别说在开发新系列新产品，就连上新线还需要资金和流水呢。资源线和产品线全部一路崩溃，
等公司上半年详细财报发布，股价只怕会跌得更厉害。对呀，就是这一切都需要钱，这数据根本就这么跌下去，肯定会跌得更厉害。啥时候是个头啊？既然是高层继承权变更惹出了风波，那就请高层继续想办法，公布利好公告，稳定股民了。什么利好？说说看。把我们蓝海和流光集团联姻吧。据我们私下得到的消息，和我们竞争的流光集团其实一直与我们有联手的意愿。流光集团的千金大小姐好像也和庄家有来往。作为珠宝奢品的两家知名公司，如果能够珠联璧合，那将对整个珠宝市场，对双方的股价都将会是一个震撼的重大利好。是，到时不愁挽不回我们股东的信心，救回我们公司的股价。联姻，盛先生，请问你要谁去和流光千金联姻啊？谁我的蓝海一星的大权当然就该谁去。盛先生请注意你的言辞。方翔，可以啊。老大，我说过，对庄家，对蓝海，我一定会负责到底。你的意思是，让我进你的设计室？暂时不算正式的员工，但是我有一些额外的设计需要助理来帮我完成，之前在公司。你是艺大毕业的，我也见过你画的图，我对你线条的处理和帮我完成收尾的工作还是很有信心的，所以你愿意加入吗？我以为你会不想再见到我，而且我也不想再和蓝海有任何关系了。和蓝海无关，都是我私人工作室的设计。那件事情已经过去了，难道你不想重新开始你的人生吗？重新？嗯，重新回归属于你自己的人生。这一次，你只是沈曼宁。老大，你怎么能轻易答应他们呢？别忘了我们回来的目的。这可是把蓝海一星攥在手里，把该做的事情努力做完。但是你还有沈曼宁啊。林丽，还给我。你都喝成什么样子了还喝？不还是吧。我还有。林丽，
能不能不要管我？我出去不对，我回来也不对，我喝酒还不对，我干什么都不对，干什么都不好。那干脆你当我心脏病死在手术台上好了。琳琳，琳琳，你从小就身体不好，哥一直把你捧在手掌心上，但是今时不同往日，你是刘光和 Celine 的大小姐，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你要分清楚。哥不让你跟那个男人来往，我是为你好。可我真的喜欢他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他腹黑，他来历不明也好，我斗不过他也好，可是我就是栽在他手里了。琳琳，那个男人到底有哪里好？为什么就非要他不可呢？哥，爱情还需要理由吗？你就当我上辈子欠他的，这辈子我还给他。今天林光一给我打电话，他说蓝海集团因为继承人频繁变更的问题令很多股东不满，为了稳定股价和股民的情绪，蓝海集团决定跟我们刘光结盟，让你们联姻。你和严行政真的？真的。哥，我现在就去工作室，我去订一套礼服，还要订一套珠宝。哎，当年那个李设计师还在吧？算了算了算了，我去找林木帆好了。琳琳，琳琳，你考虑清楚。我来帮你吧。你别误会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看你一只手不太方便，想来帮帮你。这么长的伤口啊，你怎么不去医院啊？死不了。哎呀，你别学那个倒霉老大说话，伤是死不了，万一感染了呢？那个严星城他是钢筋铁打的，非得让所有人都跟他一样吗？和老大没关系，是我自己不小心。你干什么？帮你吹干消毒水啊，我还能干嘛？哎呀，手给我，我没整完呢。值得。
好了。哎，元帅，你就这么走了？东西不要了？不要了。哎，怎么了？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？我们没有见面的必要。元帅，你为什么总躲着我呀？我做错什么了吗？我没有要躲你，只是没有必要。你敢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次吗？我喜欢你。从第一次见你起，我就喜欢你了。我不管在你眼里你怎么看我，你对我什么感觉，我就是喜欢你。很重吧？让我来就行。没事，阿姨，不重。反正我最近都会在家里帮忙。还是你懂事。我们家那个，我说了他180多遍，他也不肯帮我搭把手。不过，曼宁啊，那边，阿姨，以后呢，我会好好的挣钱，好好的孝敬您跟爸爸的。你这孩子。我再去搬箱西拿。你慢着点啊。据财经记者最新消息，著名珠宝集团蓝海逸星与流光有意合作结盟，公司内部传出高层有可能即将联姻的重大利好。流光。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今年一到四月工业运行情况显示，联姻结盟。曼宁，曼宁，你还没吃早饭吧？啊，哦，要不然你拿个三明治吃吧。回去休息休息，回去歇着去。好耀眼，好耀眼的阳光，就好像我和他的距离已经隔了一个光年那么遥远了。我们不会再见面了吧？老大，你让我调查的线索，我已经把消息放出去了，大概一周左右就会有反馈。还有，你让我准备的事情，我也准备好了。好。老大，你真下决心这样做？就算要稳定蓝海的股价，也没有必要非要和他联姻。他上次惹出这么大的麻烦来，而且新烟小姐的病历还在他手里，你和这种女人联姻，那不是往火坑里跳吗？还有沈小姐，你们两个就过去了，
他当时可是冒着风险和你回的庄家，你就把他送走了？而且你们两个还……还想说什么？一次说完。我错了，我不说了。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，以后不要再提他。我没锁门吗？爸，在家吗？爸，爸，是我们家进人了，我现在跟着他。如果15分钟之后还没有联系你的话，你记得找人来帮我。难道是那个人？通了，怎么这会儿不通了？方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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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方……对不起，总裁，我要找方翔，名声也行。你要弄清楚这是你找人的地方吗？对不起，我知道我不应该随便来这儿，但是我有急事儿，一定要找到方翔。刚刚曼曼跟我说家里进人了，让我找人帮忙，但是现在给他打电话他又不通。今天要结束在这里了吗？不，我还不想就这么离开。当初心妍救了我，我还没有替他实现心愿，也没有替他抓到凶手。还有那个人，我还没有和他再见面。星辰。